今时今日唔单止雪糕口味、颜色、配搭越嚟越大胆，连雪糕筒都飞得老土，好似朱古力甜筒、花篮杯、黑色焦糖同彩色威化筒等款式超多。要制作出呢啲咁吸引嘅雪糕筒系一门专业技术，好少雪糕店会自己做。原来香港市面上嘅雪糕筒99%都系嚟自呢间老字号。呢间食品厂由何树堂创办，佢50年代由新会嚟到香港，一家六口生活艰苦。由于曾经学过整蛋卷，所以自己钻研做雪糕筒。初时只系喺庙街租半个铺位，家庭式经营。全半张烘成圆形薄饼，用圆锥形铁模卷起，全部人手制作。1967年，何树堂眼见社会开始富裕，决定将成副身家压喺呢门生意上，喺炮台山设厂。从外国进口自动雪糕筒机大量生产，2年后富豪雪糕车登陆香港，见佢哋做得专业，都问佢哋攞货。到咗70-80年代，美式快餐店、便利店都帮衬。90年代旧厂房重建，佢哋决定北移，传到嚟第三代嘅 Felix， 佢初时唔愿接手，但觉得始终系爷爷不生心血，最后决定加入家族生意。Felix 好重视品质，用嘅就系雪糕筒机，系以做坦克嘅铁嚟做，炮弹都打唔穿，保证冇重金属渗入雪糕筒入边。用料亦唔马虎，粉浆配方之一嘅面粉，只用香港三大面粉厂南顺、三水、南方嘅出品。油系纯正马来西亚椰子油，糖系广西南陵糖，天然甘蔗制，甜味清香。煤气亦都系从日本进口，温度稳定平均。并烤出嚟嘅雪糕筒更加香脆。今时今日，可口已经研发出几十款唔同口薄、形态同口味嘅雪糕筒，令雪糕筒成为最吸睛嘅配角。